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解忧说频道，我是杰赞。然后今天要抽的这个就是，怪物弹珠鼠弹2020年。然后这几天忙着玩我的风之谷，玩那个 Maple Story， 然后完全忘记了这个怪物弹珠暑假的复刻抽弹啊，忘记了各位，所以就逼不得已，现在就。只能抽2020年了，所以我的目标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两个号上可以互相抽到三只里面其中一只都好了。我觉得我应该会投资一个200宝珠了，然后就通常这种抽单啊是越早抽越好了，我越迟抽啊，有时可能它会很非洲的。不过不用紧，我照抽，看一下今天的运势如何。然后 Let's go 吧，再来个十年抽转蛋 ，Strike， 很非洲哦，各位，喂。大盒限定，哦，两个大盒，哪里？大盒 Alpha。海軍のアイスクリームは絶品ですね。あなたもいかが？皆の憩いを乱すのはあなたですか？そこへ直りなさい。其实我就是最想要这张，你懂吗？最想要三只里面，我最想要大和 L 卡，没有想到他真的来了。再来吗？再来多一个石虫。对。我要收手了，因为我觉得合作随时会来，你懂吗？他直接帮我进化，他帮我直接收神化掉了。OK， 然后孙悟空也抽到了。これが仏となった俺の金丹だ。もっとスピード出せ。然后剩下华盛顿。来个特异看一下 ，strike， 应该不会这样好运啊，我觉得。OK， 非洲，来个150抽，最后的150抽，弄到他44 ，strike， 收下个活动，到时候我抽的时候会可能聊非洲。哇 ，OK， 刚才的运势不在了，因为刚好抽了非洲玉的关系。OK， 这个号先收单，华盛顿小号靠你了，小号靠你抽了他的字。华盛 Alpha， 我一直讲华盛顿了嘛，华盛 Alpha。OK， stop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解忧说频道，我是杰赞，然后现在要抽这个。怪物弹珠暑假2020年，先抽个特异看一下运势如何。先 strike shot， 感觉大号是算蛮偶的啦，因为有中到两只限定了。然后我是希望我的小号中到花生，我就停了，留给下一个合作的宝珠，留给下一个合作，希望是这样啦。然后直接来个十年特殊转蛋 ，Let's go， 3:44 strike。Shuttle， 这转两圈，滑石出来，呼，出来，哇，哇，大河
很会出来呀。来，再来。猪八戒，那你可嘞？哦，没了，各位没了，猪八戒乱入。竟然没有喂，尴尬的瞬间。喂，林不然已经可以收神话了。OK， 然后我还要再抽蛋，所以各位观众。等我整理背包一下。2292不够位。OK， 我献一些宝珠给你开一个位置。我开两个位。来，十年抽蛋。非洲玉不能会不会好运 ？Strike。Shuttle。来，花生。喂，来个五星，可是那是红宝石来了吧？哇，非洲豹，红宝石来了，原来是。真的是抽好抽满 ，Oh no， 这是诅咒吗？对 ，shuttle， 哦，为什么来这次？重点是要整理背包，很简单了，我卖到完你们。我超多的五星没有去整理，我觉得他们已经在我这个号已经是满了。再来十年抽。对 ，shuttle， 来来 ，nice 啊，华生，抽到了要，各位观众 ，OK， 孙悟空我就不抽了，各位，主要我的方向是要抽到一个华神，至少。两个号都150抽。我觉得华神比较会常用到，可能。OK， so。夏日2020年就到此结束，我要把宝珠留给下一个合作，非是等下错啊，等下突然间出多一个新的合作就完蛋了，各位。OK， so 各位观众，今天的抽单就到这一边，然后下一个抽单是，希望不适合，将快来一个合作先啊，希望是可以存宝珠先。So 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